4006000028。锵锵三人行，张老师，徐老师，你们两位老师啊，我先想你们变一变性别，你们看看这个人，给你们看一个照片，哎，这人你们俩说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但我这么问你们可能就知道了，就是当然是女的，看，但是实际上是男的，对吧？哎，他这里有点突出，你看这里有喉骨，哦，喉结没整好，喉结，对。但是再说一个你们就不知道了。5月24号，英国剑桥市迎来一位新的市长，新一任市长就是此人，变性人。你知道他现在跟谁生活在一起呢？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伴侣也是个男的，跟他一样也做了变性手术，变成了女的。而后这俩男变女呢，可能是还同性恋了，来的病，对不对？收养了一个孩子，一个家庭。这故事倒不出奇，出奇的是他还做市长，这要在中国很难呢。哎呦，对，我给你列举一下，中国演艺明星可以容忍这个，但是政界肯定还是不行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个中国的这个演艺明星，也有一个就是变了性的，但是变了性呢，他演谁呢？成了特型演员，演毛泽东。啊，你看看报纸上的这个照片，看到没有？不是，他不是变性，他就是一个女的啊，他化妆成毛泽东。哦，他不是做了那个手术，他没做手术，他就是经过，而他化妆成毛泽东以后呢，他大受欢迎，他走在街上，他现在有很高的演出价值，你看他走在街上那个样子，哎呦，真是气象不凡。因为毛主席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男人女相，男人女相，这中国有一个男人女相，什么吉人天相还是怎么的，就是说是福相，还有就男人北相，对，男人北相也是认为是比较好。有一个日本那个就是研究什么血型的那个人写本书嘛，他说他一辈子跟好多这个政界要人握过手，90%的政界要人其软如棉。哟，我可以证明我跟克林顿握过一次手啊！你跟克林顿握过？对，因为我住在纽约嘛，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克林顿在曼哈顿的南端会有一家小馆子，老去吃饭，那地方叫 Tribeca， 很时髦的那个地方的饭馆有一家，他经常去。就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好在那一带吃完饭，从另一家饭馆吃过来，我就看，哎，街上就有几个人凑在周围，一个人周围，我一看，哟，克林顿。我从来没跟任何政界或者明星就有这种握手欲，但是那天真是鬼使神差，也不是怎么，我就在我身边，可能是吧，然后被就是走过去我就握了一下，哎呦，绵软无力，我特别失望，说实话，因为我想象的克林顿握手应该是，就是没力，做这么多年总统应该练出来，他应该做有力状，特别做有力状，那是他保镖，这种人是贵人，没力，没一点力气，贵人，我跟你说，贵人是这样的，而且你说像克林顿的这种鬼力，我觉得真是袭扰到我们好几个女嘉宾了，他是握过手。当年那个潘杰你记得吗，也在美国大学里听过克林顿演讲，他所有的女同学都疯了，就到就是他能到一什么程度，我觉得这点有点邪教吧，他说哪个女同学都觉得克林顿是在看着他说话。这是最一流的政客有这个本领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感觉是专为你而说的，他的眼神是只注视着你的，这是一个一流政客，就是说讲这种 eye contact， 你知道英文特别兴这个吗？就是你要有这个眼神的接触，你知道吧？咱们同行陈平原呐、还写过文章，他说得看第几排的第几个位置，这样他说演讲的时候得看第几排的什么位置，然后得看男生。你看中国的教授就有这样的顾忌，你不能老盯着女生看，他怕别人，你得看着男生。你也是吗，徐老师？哎，徐老师，你讲课的时候，那个下边看不看最漂亮的女生？看了，不过不能老看的，老看你自己讲坏了。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那个阶梯教室摊得太开的，摊得太开了以后吧，你自己很累，不是看不过来，你不能老对着中间的，旁边的人不看。对。但是你这样老，你自己很累嘛。但我不是那个不是胆小畏缩吗？人家那个老行尊就教育我，就说你紧张，你上台哈，你就挑一个就是底下看上去最喜欢你的，他会冲你笑吗？自始至终你就盯着他，这样呢你就有信心了。嗯，我是老盯着那个睡觉的，
我最不能容忍学生在我讲课的时候睡觉，只要有睡觉的我就盯着他看，直到他不睡了。所以你今天这么忧国忧民呢，就满心忧患。我说什么意思，就是政治人物有魅力，对吧？但是这种魅力啊，在现在的社会里碰到很多种问题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他的这个私人的某种选择，比方说我现在跟你讲，我为什么跟你讲剑桥市长啊，我最近收集了一下，柏林市长经常带着自己的同性恋这个伴侣出现在公共场合。这德国政坛现在有句名言呢，就是柏林市长说，我没错，我是同性恋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人人传颂。但是呢你甭管别的，有人对他有争议，因为他搞一些这个同性恋的活动啊，有人有不同看法。可是呢他把柏林市削减了政府开支，哎，建得很好，哎，这个成为一个环保市长。还有一个是谁呢，你看现任的巴黎市长，哎，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的身份，男的叫德拉诺埃嘛，人家的自传名字叫充满深情的人生，还写一个自传专门讲述自己作为一个同性恋的历史。总统这级的现在西方倒好像还不行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最近的那个法国选举的那个总统，之前传他跟太太关系不好，他们说他这个会影响选票，所以他们还得一家人站出来拉选票，好像这一层还是要。但是在市长这一级他们已经完全可以，就是说，就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个共识，就是说这算你的私人私德吧，也不影响你做官。我就跟你说，好比说咱们一个市长是个很好的市长啊，人民群众都喜欢，但是他呢回家打老婆，那么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看呢？在打老婆的男人也可以是一个好市长吗？在中国人看来呢他就不能接受了，因为中国人来判断这个内圣外王嘛，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齐治平，这个中国相信做官的人呢一定要先是好人，好人以后你要齐家，你要管好你的家，你留个老婆没关系，但是你这个留个老婆不能吵架，然后你能叫内圣外王。所以中国的领袖一定要写书法啦，一定要念诗啦，要显得要道德表率。这个西方人倒不是这么看，西方人是给你做官。但是你克林顿不是也那么挺干嘛？我觉得美国人那个对他们有道德，在欧洲人当然在这旁边笑了。法国人就不认为，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当时这个克林顿在那个答。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门呢？勒文斯基那就是拉链事件，拉链门的时候，我正好在欧洲，我在那个罗马，不是雪茄门吗？雪茄加拉链。我在那个这罗马城外，正好是教皇的一个什么夏天的一个什么住所里面开会，那里面有好多各国的欧洲的人在那儿一边看，那就跟一个看笑话一样，觉得美国人太可笑了，居然把一个隐私的生活，总统的隐私生活大张旗。变成国家大事，大有气，变成国家大事，整个电视在这两党表决，完全就是很污蔑人的一种程序，而且很好笑，觉得美国人太就是对这个政治和这个拎不清，你知道这个私人事儿。你相反是法国这个什么萨科齐，对吧？这都当成竞选的拉票的办法，说老婆两次跑了，跟别的男人跑了，人萨科齐讲。不但不计较，而且为了法国女选民的这个拥护啊，我得把我的老婆追回来，好家伙疯了一样的，当天累夜发信息给老婆说，希望你也生活的幸福啊，我希望你在遥远的地方过得好，但是希望你也回来看看我。最后老婆两次回心转意，人家说了，男选民看了这种男人，哟，这种经历我也有啊，是吧？女选民看见这种男人多好啊，这是有这种。那种歧视啊，还是什么风范呢、啊？真高啊！那真高，全顾到了，全揽了。所以为什么去竞选赢了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刚才说的呀，还真是我最近弄不明，有点困惑啊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“字如其人”，就是相信说一个人字写得好，那么这个人品一定好。是吧？但是后来发现呢，这不是事实。比如说董其昌大画家赵孟頫，实际上也有那种记载，就是欺负乡里啊，这种做恶人的记录，就是说字写得好的人可能是坏蛋，对吧？但是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，比如说啊，我咱能不能透露，就有些那个贪官，你讲老实话，我也认识，出事之前打过交道，
会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在这个私人朋友的圈子里，你有一个衡量朋友的标准吗？这个人实在是好人呐、啊，事事把朋友摆在第一位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说话言而有信呢、啊，就咱俩交往，咱就仁义礼智信来衡量吧。这是个好人，可是呢，他是个大贪官，给逮起来。这样的人我还你说蛮多的，就说这个有，而且不是光是现在，我就是说这个刘邦啊，你看《史记》写的明白，为人仁义，就对他的朋友周围的人非常很仗义的。可是你作为一个。他争天下以后，后来得就当皇帝以后，无毒不丈夫啊，完全是好像判若两人的，那怎么解释呢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有的人特别有才华，可是你在私人接触当中啊，这人太卑鄙了，对吧？可能这个朋友之间，人人都知道这人是个小小的人，是卑鄙，是坏蛋，可是呢，他能胜任一个市长，他能够履行公职，他能够怎么着？你说这个东西。就是当我中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这个人好人，我这个人坏蛋，常常会我们背后讲、啊、这人好人。你仔细去分析，当我们在讲一个人好人的时候，他有几个层面，一个是政治道德，就是说他要是叛国啊，那这个是政治，以前讲忠于党。第二个就是职业道德，比方说你个医生，你开刀，你老把人家开坏了、嗯、对不对？可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把人家叫坏人的，就只能说他是个不称职的医生，很差的一个，或者说这个人叛党，这是反革命，但是我们私下不会说他坏人。坏人这一档是什么呢？他不是政治道德，不是职业道德，他是伦理道德。伦理，那伦理道德里面靠两个东西来显示，一个就是对家人，嗯，一个人对家人不好了，就说他是坏人了。嗯，第二个就是性。其实美国人一样，最近我看那个越狱啊，啊，你看那个越狱吧，美国人他里边搞一批逃犯，可这批逃犯为什么我们最后都同情他呢？就是你看这批逃犯对家人都很好，其中有一个特别坏的，老骗女人，老杀人的，这个就是坏，我们就恨他坏。嗯，啊，他追他的那些警察官员可能坏，嗯，他们可能坏，因为他们对家人不好，他们用人家的家人。可逃犯值得同情，就是说，哎呦，救自己的老婆啊，为了自己的老婆自己可以救，所以他美国人一样，他就把伦理道德放在作为人的第一位。是就是说好人坏人把这个东西放在第一位。我觉得美国人非常典型，你看讲每一个美国总统哈，美国空军一号，他们甚至认为就是说一个总统即便是为了国家，我发现他有时候在电影里提出这个问题，恐怖分子要杀你老婆，嗯，其实他最后给你摆出的是两难，他不会像我们那样，我们要塑造这个那肯定牺牲老婆了，为了人民，对吧？肯定把老婆弄死了。但是呢，美国好像他摆出一个两难，他就认为啊，这个家庭价值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的，不是说轻易万不得已也不能牺牲家人。这当然也牵涉到好莱坞他电影工业，他要迎合一般家庭的这个主流价值观的，至少证明他社会大部分人接受这个，接受这个，他相信这个家庭个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，非常重要。咱们你不能拿国家的重要或者一个国事重要跟压这个，他不是这个上下的关系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有点怪，因为作为一个局长，作为部长，作为官哈，他跟我最有关系的不是他有多少女朋友和他看不看黄色录像带，而是他把桥修得怎么样，他有没有把环保的基金都用来买车。可是人不是这么看，你知道中国前不久不是有个做统计的一个高官、嗯、不是后来现在判下去了吗、啊、对不对？后来揭露出来他有25个情人吗？嗯，我一直觉得他专业能力挺强的，他把25个情人都统计得这么好，真是统计啊，统计得好，对不对？说明他专业能力很强，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表扬他的专业能力，拿来做罪状。我们现在在官场整顿的时候，私德是拿来做罪状的。你要整这个人，明明是官场失势，可是我们怎么整他一个小老婆，整他跟演员的什么关系？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错乱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好像中国人特别重视个人道德，你对家人都不好，那你别的都别说了，你肯定是个坏蛋。可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听到的又会有一种，比如说外国人进来经常说，哎，你们中国人怎么就是只对自己的，比如说只关心自己的熟人，而对别的人根本就不关心，完全是别人就无所谓，就比如说街道的垃圾可以随便乱丢，但自己家里才是重要的。嗯，其实他这个公司的关系经常是这样的，就是其实是一个自私，我觉得哈。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作为一个职业专业，你是不是有能力和你个人品德的高低，这完全是两回事，不一定是有关的，不一定有关的，这能分开吗？比如说一个坏人，他可以做好一个省委书记吗？
我觉得可以，在某种这个坏人看你怎么定义。所以我就说没有界定清楚，你刚才说要我就存疑，如果一个坏人他完全是无毒不沾，完全是道德败坏的，对他家人对他朋友全是很恶劣的、我不相信他在职业上他做一个在道德意义上的好官，比如在判断一些涉及道德价值上的问题的时候，公共问题上，我不相信他的选择就会是一个非常善的选择，有可能他很有专业能力，很有效率，他可能会用人，这是一个专业技能上的一个尺度，对吧？但是道德上，我不相信他能分裂到这种程度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有可能分裂的。哎，我真觉得现在这个人格、是不人像林彪打仗，没人说林彪的人格有什么好的，从来都没什么人称赞，可是大家都称赞林彪打仗。这你就是讲的跟我觉得这个概念就错了。打仗是一个他的技术，他作为一个军事将官，所以他指挥一场战争，这个布局谋士，这个是他的才能，跟他对他家人好坏有关系。对，所以没关系啊。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好将军，但是他是一个坏人。不，他可以，比如在那儿完全草菅人命，对，只要他把这仗打好，好将军常常是草菅人命。不，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仁义之心的将军，他在打败仗，他在不一定，他会权衡，他会有心里的那个声音，让他在布局的时候考虑到人命的，他会你知道吗？痛心于过度的牺牲，对，但是那就步步后退，有张力，至少有矛盾，你有的时候才能让这两个有关联吧？你有的时候打仗。是吧，要把敌军围困在城里，对，要围半年他们才能投降，要把他们粮食弄没了，老百姓都不许出来，对，就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，就老百姓你长春围城的时候你往外跑，封住你回去城里饿死你也得回去，这样的军官，你这样的军官，你认为他们在家里都会是非常珍惜每一条生命，周围的乡里不珍惜，很冷酷，所以但是他作为将军的、他的人格道德人格是一致的，在私人场域，在亲友当中和在围城的上不认识的陌生百姓一样的，对，但是不是一致吗？但是他打仗打赢了，你明白没有？他在专业道德，他在这方面，那你就同意我吗？他专业是很高的，他道德是很低的。一个道德高的将军，哪怕在这时候他会非常痛苦，或者他会比如说在另外一些表现出来，如果我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有些士兵投降了，在这个时候不能让他们自杀，不能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，不能杀他连累家人，他会放他一个生路。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，他在道德判断上，我觉得这个人不会分裂到这种程度。我的意见是咱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真是很难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真的很讨厌我周围有些人碰不碰就说某人某人是好人，你知道他说好人的时候啊，第一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很好人的判断，你看他说某人是好人，你要是反对的话你就是坏了嘛，对，他占那个道德优势。第二，你仔细去听他说某人是好人的时候，除了我刚才讲的政治道德、那个专业道德跟伦理道德以外，一定有一条，这个人对他好。你仔细去，我把这个定律给学生一个一个去验过，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人，他专业很好，他家里人伦也很好，他政治也很好，可他对你非常不好，你会不会在私下哈吃饭的时候说某某人是好人呢？没事儿，没门儿。就是说实际上还有第四条更重要，就像你刚才讲，他还得对我好，你刚才讲的那个事情也是哥们一起，其实这个背后，而我们又把这个主观东西拿掉了，结果形成当他用这个道德判断的时候，他形成是对人不对事。现实生活当中这个人情理不分，对，这个人我讨厌的，我就把他的专业能力也否定掉。对，我跟你说有些是坏还是就有一个标准的，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无比自私是吧，就是损人不利己等等，这种是坏吧。但是你看现在的传记出来了，很多我们当年崇拜的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、大艺术家，所谓的伟人，我们原来发现呢，在他的私德这个领域啊，是个很卑鄙的人，是个很坏的人。对，可是这个有时候，所以我就觉得真是可以分裂的。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有的人的人格严重不平衡，就是他可以在一方面表现出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完全跟他的那个不协调。中国文化的公私不分就很可怕，所以现在讲私隐啊跟我们这个原来的做法是不同的。随便讲个比方，如果是一个大家尊重的人，突然有一天人家发现他多少年来他一直在看黄色录像带，那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是合法的，我们先讲不讲不合法，他如果在美国，他这个是合法的，
可是这个人是你非常崇拜的一个很道德的人，可是人家查出来他二十年来他没停过这个频道，这不是那个，那你怎么看呢？就是当时审这个克林顿这个拉链门的时候的那共和党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 Gingrich 叫他当时是什么发言人吧，共和党的主持的人，后前不久就发现他在审的同时他自己就有婚外恋，然后现在被披露出来了，他只好道歉啊，我远离了背离了上帝的道路，你这不是虚伪吗？完全是虚伪，而且这种事情持续不断的出现在共和党的保守派当中，或者神父或者什么天主教，突然发现其实他前面在那儿宣布道呢，后边他跟一个男教徒，有什么什么，比如说未成年的人，经常这种人格分裂的。所以我觉得私德这个东西很难判断，除非你说打老婆哈，这个可以在刑事上去追究。一般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轻易的在私德层面上判断是不是坏人。但是你在功德方面很容易判断，你做市长你贪污了，你挪用公款，你人人为亲了，这个比较容易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应该把问题讨论在这个程度，我们别去揪他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心思坏啊，你这个用心险恶啊，你从来就根子不正啊。比如说他当官他可以有外遇或者有别的事情，但是你不要拿公款去搞这些，那就更恶劣了。对，林彪毕竟